我觉得至少决定故意的。哇，这条色带可以做满色的牌子，你看看，把这肉汁一去了过后，马上就是一条满色的色带。这个是很漂亮很漂亮的，你看这种色带贯穿的，这边还有这么多。这个石头也是重量级的东西啊，你看这个皮壳很有油性，这种都是手镯料子，这一条手镯的话很值钱。像这种满色的牌子啊，做出来的话都是大百万。你想想，这一条下去全部都是，有多少公斤？72公斤，都是千万级的东西啊。底子细腻，这是蟒带特别多。这个石头估计价格多少？那一条的话，起码都是过千了。我觉得至少决定故意的，798公斤。这个手镯做出来，海量的手镯，不要说多了，一条手镯给你打5000块钱，798公斤，也就是800公斤嘛。你平均每公斤按2.5条打，216，差不多2000条手镯，2000条手镯。平均一条5000块，像这样的手镯，像这样的春带彩的手镯，很多都是过大万数的。那个是盖子，加起来的话，可能是也是故意的交货。这种呢，一般都是那种大公司、大工厂来盘它。就像我们这种没有这个实力，还有就是你有这个实力，你不敢盘，因为海量。条数太多了，这个东西赌性吧，这个赌性不大了，主要就是看到的裂纹。但是这个东西四边都已经开出来了，你看这种颜色，这种种水到下面都没怎么变的，这东西是非常不错的。特别是这种大块头的石头，有这样的种水颜色底色，已经算非常难得的了。这种东西都是要实力大佬。